差点翻缸，死光光，还好救回来。很多大鱼，本来想说过几天就会生了，应该有很多小鱼，大鱼都有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宝宝看，过来啦。看看啦，这只应该是母的，刚刚翻掉一缸，还好。有发现的早，不然另外一缸也发，奇怪，不应该。差点大翻缸，今天天气很好哦。不完缺氧，都是绿水，浇花刚好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在哪里？对呀，你躲起来，我怎么找你？不要动，你看，爸爸叫你们过去，一只。进来啦，卖币啦。再躲，再躲是死翘翘的，再躲。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用抓的比用捞的快。五只，漂亮吧？还好还几十只没有死掉，那就完蛋了。这养了五六年了，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惨过。你不要跑了，爸爸救你了。嗯，剩你们几个，赶快过来！
赶快。剩两只，最后一个，两个，啊，两个小朋友，还有一个，不要跑了，就你最会跑，都在这里了。哇，有一个小朋友死，你要死掉了，哇！没救了，就没救了。在这里，你哦，躲这么深，都快死翘翘了，还好被我找到。